想说任务完全一样，那个打讨伐也太难了吧？对呀、啊，讨伐都超麻烦的，讨伐更难了。讨伐的那个任务有没有有一些可能要调整，或者他的分数 要高一点，要再高一点，或者是支数少一点，太痛苦了。你知道那个十支城市，我们从头打到尾。打到都快吐血了，每看到一只僵尸，来来来来，变成这样子，去泡水去泡水。那这样的话，这边讨伐就是要利用事件来赚取更多分数。我懂你们的苦，但是最后的那个苦力怕女王，我们其实差一点了。真的假的？我们赚钱没有九九，我们找不到，我们93块了。因为 boss 的话是一定要用招的。嗯、我们都已经凑齐了，只是时间来不及。你们的钱赚超快，太难了。你们钱怎么赚的、啊？可以拿活动啊，乱石我们活动啊，而且我们是乱石，我们支线都有完成啊，一些支线啊。对啊，我们是后期才发现乱石可以卖。一开始有任务是，一开始那个不举盾打窟窿。有拿木斧打那个蜘蛛三只，大三只，蜘蛛都不好找。真的，那那个嘞，探寻的，我看一下，先看哪一个，是红跟绿，红跟绿，嘿，其实就只要他一开始有个任务是什么，要50个小麦种子，那小麦种子其实还蛮大，你们各自的主线原本是什么？就小金苹果，金苹果。绿队是金苹果一颗，啊，红队呢？三颗。哦、你们都一样哦。嗯，不是不一样吧？红队不一样。哦，不一样哦。我们是三颗。哎、啊，你们是什么？欸、我們主线是什么？是就是那个种子吗？还是？好像就是主线吗？我们主线是50个铁啊。啊，对，50个铁，对对对。哦。哦，哇，也是哈罗这么简单，好幸福哦！我天哪，好幸福哦！好幸福哦！你知道我们后面想说啊，50个小麦种子，我们就可以种小麦，要种那个小麦出来。我们以为是小麦，一直种。对，是种子小麦，50个小麦种子。你们好幸福哦！我以为是种子，不是小麦。后面发现这个其实可以一直刷，只是我们一开始都误解了，就觉得很白痴。他其实后面可以刷分数很快。他的任务其实都是、啊、那个循环，其实都蛮简单的，就除了书柜啊、嗯、比较麻烦。啊什么抛光闪？抛光闪？抛光闪？分数调低喽！不要说困难了，看看我们。真是你们、啊！没有，你想想看，三个女巫击倒三只女巫，你要怎么说？粉丝10个，你要怎么说？我觉得这个游戏，这个游戏玩越长越是探寻队可以赚分啊！我觉得对啊，对，越长就是探寻队赚分。要么就是之后就把探寻调的更难，或者是他分数比较少。对，我觉得要。哎，哈基，哎，你一开始有拿到我们的铁吗？我是拿巧克力那个啊，偷拿走了。小雨，你看啊，对，小雨的。我一回头，哎，我要铁了。我的天哪！一直来，冲！但是哈基有起到一个作用，因为哈基很早就被二档团团嘛杀死了。嗯，然后那时候因为哈基刚刚就在我旁边，我想说哇，那附近有他们，赶快躲！马上是这样，是的，杀死了。我想说啊，没差，二档怎么样、啊？二档如何？没有，我们是觉得，就是如果时间拉长的话，感觉二档的主线任务那个只加一次分，这样会很亏。就是你看，就是总共我们的上限就是240，嗯，就不能再高了，顶多就是还有加上你们自己的482，就三，就是都不活着的话，对，假设都活着的话，对啊，但就是一定会有上限嘛，啊，你时间越玩越长的话，你看搜寻跟讨伐算比较难嘛，但是这些基本上你只要完成就可以一直刷分上去，嗯，对，会有尴尬，就是之前就是算就是二档的上限就是320。对 对，那就以此为积分，就是调整其他的难度。所以像探寻，一定要改啦。我们在其实，在地底农资源农得很开心。啊，对，你看，如果探寻改了，那你看讨伐其实要超过就比较有难度。讨伐最难啊，我觉得讨伐最难。讨伐要调整一点，好难。因为我们这一次是80分钟啊，正常的话是100分钟，希望。哦。所以代表讨伐是分数是还有办法再赚，是有办法赚的。然后在探寻的话，大概分数就可以再赚个2倍4倍吧。啊，差不多。得到100分之类的这样。要那个奖励给的分数要少一
对，因为我们就是探险的难度会在调整啊，对，任务都是循环的，太大都排，重复性太大了，你要多几个不一样的，对对对，这都最平衡。第一次，第一次，就是这种任务，大家也可以提供 idea， 嗯嗯，主要还是看其他的部分，很心累。阿静你好开心哦，我到后面才知道他怎么玩，他就种小麦，他最后才知道可以卖，把棋子去打草。对啊，去打草就好了，打草不是种子，种子完了要打橡木块，橡木块打完打沉长岩，沉长岩打完再打种再打种子，好累、哦，要一个循环啊，一直循环的。那你们沉长岩钓竿之类的，对，探险目前一个循环之后就把它破了，该破解了，该破解了。那你们沉长岩打完它会被收走吗？会啊，会收走，会收走，没收走太强的啦。对啊，没收走，没收走，就囤货的意思。囤货起来，探险比较可以囤货，没有顺便收走哎。对吧、啊？牛奶铁桶，牛奶的铁桶。哦，我觉得这样子就平衡了、啊，就是你。那二档，因为还有哪些你们没杀到？然后就是绿队啊，没被二档杀到的加一，绿队跟两个灰队。对。哦。反反你也没有啊，你是自己选。我在找我的输入法在哪里。我们其实很想找绿队啊，因为想要绿队赚分赚太少，找不到啊。那这样我觉得二档其实蛮平衡的、欸。然后我们一直遇到红队啦，不知道你看。米菲还走错路，我跟你讲，超好笑。他说：“哎、欸，团，我在你们下面啊。欸”哎，没有，那个是娜姐。阿静，你的屁股是太大，太容易被找到。什么屁股太大？你才屁股太大！哎，阿静，你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你给我蹲蹲，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是二档啊？为什么会打个招呼？嗨，嗨，不要死啊！人家是二档，谁跟你打？谁跟你打招呼？有了，用斧头打招呼了。用斧头拿着肉醋就交朋友，交到看到一个。遇到坏人，交朋友遇到坏人。哎呦，你还偷我们东西？够义气吧？有没有？够超义气，节奏很帅。没有，卡特利不用担心，我们去杀光他们之后，把他们全部东西都拿光了。不划走。哦，对，还有小雨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对啊，我发生那个超好笑的。怎么了？他看到影子，看不到东西。啊哦原来是另外一件事哦、喔，超白痴！他那边说什么地上有影子，有隐形的敌人。对，我觉得很恐怖，我只看到远远的影子在地上跑啊。对，那我们想说那是什么东西，过去看，然后就是蝙蝠，因为他有材质包，他看不到。我说没有啊，没有看到东西啊。而且那时候是已经晚上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把队友召唤过来的时候，对，那个是大 bug， 掉下去，大 bug。为什么在调整？而且都是哈基一直中哎、欸，我们其他人都没有。哈基那个不管、啊，屁股太大。杨那时候之前有死过吗？没有，没有。所以就那个集合让你死掉了。对，他过来直接掉到地下大概三格吧。好了。所以杨洋那队其实应该要再加40，然后50分，好不好？50分。哎、欸，可是那个二档，你有被二档？没有啦，最后我们压秒把他们那一队都杀掉了。对，黄队屠杀，黄队是压秒杀掉的。哦，那就也是再扣回来。死完然后。哈哈哈哈哈！好可怜。其实我不在意那个分数，我是在意我们的东西好难啊。东西真的太难。我拿着木剑去打，那哎、欸，那个苦力怕看起来很普通，然后结果上面写个什么重爆才好啊！你可以一直可以刷、欸，他让对，我就默默的拿木剑一直打，又后退，打又后退，然后打超久才把他打死。那时候我们灰队就可以呛黄队，没有，我觉得任务还 OK。真的很难。探险啊，探险要调整，我们那也有需要调啊。对，我觉得他这个玩的话，可以变成就是全部人都同一种队伍队形那样子哦，因为会有点不公平的。嗯。就是比方说，你如果是讨伐队的话，他基本上你们会的铁资源啊，相对会比较多，因为你们要打怪，对啊。那你探寻的话的主线基本上就是要去寻找的，那你可能比较不会是那种类型。我是说，要么就全部五队大家都是探寻这样，全部都一样，全部都三种类型，对，类似这样子的。加一个二档。
一开始野心太大，野心太大了。乱乱挑战嘛，如果都二档，通通都二档有没有？都二档，一对 T C 啊，一对 T C， 对。哈哈哈哈哈！就是一对 T C， 一对 T C。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啊，就是因为我原本的预想就是希望有不同的主线，嗯，对，大家都各自的去对垒，像这次就三种嘛，探寻、讨伐跟二档。对，那对，之前还有想一个是建筑的。啊！但是建筑会比较是独立，就是建筑每次会有两队，他们会去 PK 他们建筑盖的如何。哦、嗯，那、啊、这还要投票是吗？就是最后时间到的时候，大家会投票。哦，其他的投票、啊、不能集合起来投票这样子意思。那这个要去买通其他队的那个人买票买票，建筑的分因为会有买票嫌疑，所以建筑的分数是独立的，就是两队 PK。啊！笑死。这个还不错呢，之后可以个别一次一次来，一次一次啊，就是给大家有一些 idea 发想也可以，就是有没有提供哪一种主线或哪一种支线？嗯，支线的量真的要变多啦。嗯，对，像我们对，而像我们的就是金剑跟木剑，就只有这两种支线而已。有对有，因为这是想说第一次，这是由我发想，然后请本机制作。嗯对，所以那个测试就比较少一点，想说给大家一个惊喜，先一个贝塔版，好吧？第一届贝塔版，嗯、这个真的蛮酷的，还蛮有趣的，蛮有趣的。对啊，很好笑。杯杯称金鸡 ，OK。下一次可以有没有全部都同一队、同一种的？嗯拿一个二档、嗯，还是要一个二档，还是要一对二档，是不是？一定要二档打架，一定要打架这样，这样感觉比较有压力啊。是啊，是有压力一点啊，真的。那时候你们找到那个小雨，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有看到你们的 ID 在附近，嗯、然后因为小雨已经死过了，他无所畏惧。我们说小雨你在这里，我们走，拜，我随便。嗯、但是他是没有让我们猎过头的人啊。对啊，是没错。可是因为那边就是我们的资源地啊。哦，对啊，因为我们要讨伐怪物，如果去地表就很难了、啊。那边动物很多，我那边还有一个捕食在、欸。我们还有抓哎、欸，那个、啊、那个影公司啊，影公司会捕食啊，你们怎么都死了？可是被他射一下，被他射死啊。你没有装备。没有装备还是会死吧？他就是射三滴，然后慢慢回。对 对, 對、啊，比如说这样，第一下会痛，然后接着回复会慢慢回。啊你会大概回多回1.5颗星、嗯。你全铁装的话，哦、半颗星。全铁装的话就会回血了。对啊，半颗星。我直接把他烧死。你那天你要动，血槽就不见了。你那天你要动，怎么会有一只蜈蚣在里面还射了我一箭？然后就直接他帮你补血，你来打他。抱歉，我吃了。难过，他掉点滴嘛。我走过去跟他射一箭的，哦，好，谢谢。点滴，对啊，第一下会痛，后面就补了、啊。我怕打针嘛，他我怕、啊。等小雨死回来，我们还说你赶快再去复仇，你无所畏惧。之后有请我们那时候请米菲用那个超级队伍跑啊，对对。哎，没有说你没有感觉到你们那时候飞很远吗？飞很远，你有集水棒棒、就是、有看到？对啊，集水棒棒打我们。因为我被传上来的时候，我身上是满的，所以我上来的时候我没有拿到棒棒，我回去的时候才拿到。我说集水棒棒不是会被收走吗？哦，我回去的时候才捡到。但他一下就收走，一下就收走，对，一下就收走，就是呛你有没有？就是你来东西满了，哈哈哈。回去再给你看一下，你应该拿到这个东东。哎、欸，我上来很无助哎、欸，大家都一直打超远，我只能用跑走。那让我想到那个第一次的支线任务，大家怎么了？哦，我们就想说啊，就不要去玩，因为怕死掉。想到怕会死掉、哦，死掉啊！他那个对话框上面有写啊，不会影响生存的。嗯，哦、那时候太紧张了，没有看到。没有，我还一直打字说你们可以来啊。我们后来我们后来想要过去，但是来不及，他已经说不行了。跟我讲了一样，我就说大家觉得小 K 在骗他们。越来越神秘，就过去之后就把大家都杀了，然后就说：“哎、欸，我现在那些巧克力已经有钻石了。”巧克力你怎么会看到？然后还跟你讲那是任务给的，不要怕。那是不是陷阱？没有信用了，砸不买，信用破产了。认真打，认真教你们。我的复活都看到巧克力，就一个人孤零零在那边看着我。都看到
吉来，我想说，哎、欸，有哈吉、欸，没有，他是复活的。好孤单哦，是爽赚的、啊，只是就觉得有点孤单。孤单寂寞觉得冷，太好笑了。这个之后如果大家有想法、啊、有意见也都可以再说。好啊，好啊。摊开来，大家这个观众也是一样，那个有想法都可以再说，我们就可以更加优化。嗯，好、哦，大家会喜欢啦，喜欢，喜欢。一个米在右下角点个喜欢，并且留言订阅我们。咱们下回见喽！嘿，阿罗哈，这个小猫团团，在那边学，好怪，好像。小羊，就休息啦，休息休息喽，休息啦，拜拜，辛苦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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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感谢今天收看啦！哎呦，原来长这样的，感谢今天收看。今天就是很也不是很临时，就是突然说要不要玩看看这个新的东西，就过来玩了啊。还好是大家都有来，我想说怎么都没人，然后就嘿。那我现在就是七点都会在 FB 直播，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七点都来看看我。然后下午的话也蛮常在直播的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好，我们继续猎龙。好啦，如果待会要睡觉或是要去忙的，就大家拜拜。那我去猎龙啦，继续开台，因为这个月业绩很惨，离开游戏。看啦、啊、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可能就一样回到原本开台的地方啦。对啊，我本来是觉得这种东西本来就不适合我，就是会过着那种怕怕很怕自己是不是做不到的那种心情在过每天的日子，就觉得越来越累啊。有时候觉得感觉自己又可以，然后就继续做下去。嗯，就试试看咯，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嗯，嘿嘿，啊，箱子你怎么昨天进来没有加，不知道给名片你没有？没有，我昨天没进去你们那边集合哦。还是谁醉醉跟那个吗？应该是醉醉的黑月吗？我也不确认我现在在集合所是不是你们平常在的那一个。没有，我们不是连好友的啊。对啊，我是连节操现在在的那一个，那就进去节操的啊，那就去了。嗯。啊，金羊今天打得如何？啊？金羊啊？什么金羊？不，金火龙、啊。还不错啊。干。赞。干。很棒啊。不过我是没有拿到调查、啊。不过拿到一个黑红的调查就是。嘿。你重开完了、啊？哎、啊，我现在才出现。他刚刚有出现，他只重开机啊。哦。我严重掉帧了。哦。啊，不是有说更新修好了？没有更新是画面优化啊，我掉帧不知道是电脑问题还是怎样，就是电脑开太久会掉帧。哦。
那你棺材啊？还没啊，是结束而已。麦快结束而已啊。嗯，所以现在还在开台。对啊。好。太关了。妹妹。我来看一下食材好了。哎，我有生命保险。哇，现在工会名片这么方便哦。对啊，直接按进去领取。那怎么发送？老样子吧。啊，发送回去就那么麻烦啊。你也可以设定啊，一进去像所有未收到你的工会名片的人发送啊。我充了三四次。不过那个也是自动的。他留味道，他很喜欢这样。你来打自由吗？来啊！我现在才刚打到飞雷龙而已。可以，慢慢来啊。反正你已经有 PS4 的底子了，所以很快了。真没错，现在你只缺装备而已啊。看珠子，对吧、啊？只缺装备跟珠子，还有那一堆药。药是可以直接种出来的。好累啊。对啊，就是完全从零开始啊。当时早叫你来了，你看，看、啊、那个时候就刚好买了 PS4 嘛。我们先让我下去好了。而且现在这时候，其实双版本跑还 OK， 等到他四月更新同步之后，双版本跑就真的很累了。嗯，如果我是可以希望他们合在一起联机的，毕竟都要同步的话。应该没办法，他好像都没办法跨平台连线。不行啊，一定不行啊。对啊，想想，坚固的弯曲。黑角，哎，角龙啊。角龙啊，一般的角龙。接啊。自由有一般的角龙吗？啊？自由一般的角龙。已经删掉了。黑角吧。我看一下有没有。哎呦，自由有一般的角龙哎、欸。走啊。说他游戏内建的摇杆配置显示是 Xbox 的摇杆，但是我用的是 PS3 的摇 ，PS4 的摇杆。那可以去调啊，我有调 PS4 的啊，我调好了。去哪里调啊？你是要摇杆显示吗？还是外面？是他的那个按键显示啊。哦，你去，我看一下这边能不能调，还是要回主画面？看一下。哇，有黑角哎、欸！等一下，我不就把调掉。小龙也来了。不要带画面啊，气死！争夺地盘，争下去。你好像要回到主画面页面那边设定呢、欸，就是一开始你不能在游戏。那等我打完飞雷龙再说。对，你要跳回选单，选单的那个操控那边会有问你要不要换成 PS。假如。我也是双版本玩家。PS4 的版本很寂寞啊！我怕。
对，我找的不是小龙吗？哦，他在里面。啊！角龙。是我太久看到他，还是这只垃圾？哦，注意哦！谁这么没品？竟然带硬包弹，太厉害了吧！Nice， 你要知道，跟他打不能带那些很方便的东西，他瞧不起这些。我不会瞧不起这些啊，只是我很懒得带而已。对，因为身为长枪不需要。哎，你不要，我只是讲一下，你一直打我，好夸张哦。敲你头啊！你敲到我的头了，兄弟！屁啦！呀，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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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爆弹！哎，这次没有吗？想不到吧？出奇一招！真的没想到！我都架好姿势等他了。我的耐力呀、啊，角龙，耐力太高了。引爆弹，算了，他在玩虫。碰他一下好了，然后不然太爽了。知道脚对不对？哎呀，他现在是抱一根脚跟背夹而已。没事没事，不要掉了。啊，黑脚也来了，谢谢。天，他老婆来了。我断了断了他吧。哎、欸，老婆不要！哎、欸，打老婆啊！有没有石头啊？我很努力跑出来捡石头了。而且弟你几等啊？我可以打啦，我在等江江而已啊。在等江江而已、啊。哦，你还没七十等哦。我六九啊，我卡了等江江啊。他上去，他上去了，走走走走。没有，只是我想说金银角，不是金银甲，金银火龙。吓我一跳，我想到金银角是什么？金角银角的故事没听过吗？有有有，我听过，一个拿葫芦，一个拿扇子嘛。然后还吃掉九尾的肉。哎、欸，没错。等一下是不是越来越怪？九尾，九尾来了。被九尾打死了。对。还好刚刚没有说什么被角龙撞死的，要怎样？笑死！哎呦，看来你是不想活喽。啊！哎、欸，我这个防御完美，防御你的招。哎、欸，对不起，哎、欸，对不起，不要再打了。他应该上去了。啊，你奇怪，我后面有疯子啊！我后面有拿锤子的疯子。你是不会跑起来哦？你明明就可以。
还敢讲人？你都拿枪在外面嘟人。采集武器出现了，好不好？哎、欸，你干嘛呢？那没中，靠你来，来你厉害，你来。哎、欸、，nice， 抱歉。哎、欸、，nice 没有，就是没事。你挡到我的路人，这个烂东西哦。我不在上面，你怎么戳突击龙？他挡我的路，我很不高兴。还还撞，不撞，哎，怎么撞啊？哇，飞出去了！他撞你。哦吼！哎哎哎！导天，哎、欸，还有导，有导一脚，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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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已经上去扒了一巴掌，结果有另外一个人也扒了一巴掌。麦斯吗？当他是耶稣啊！没有哦，所以节操、哦，节操，是我没错，就是我，是耶稣。哦，都算准了。我算准你要打我了，我要防御。啊！爽起来！爆了吗？没有，只是想被抓，被他撞到。可以。吃东西的出现。哎，今天。哎，我没有吃东西。哦，今天不吃东西。对。难怪今天这么有气无力。你看，当实况主什么都会饿死，不要当啊！要跑了，可以抓了。被抓了。哦，他去抓了。生姜来了就可以吃。可以吃东西了。可以吃东西了，姜姜来就可以吃东西了。就可以听到烤烤的声，烤烤烤。有什么我可以吃？什么烤烤的声音？嗯嗯、啊？杰少到底听了什么？好夸张哦！啊，我都习惯了。哦哇哦！哦哇哦！